最近糖果都卖不出去，怎么办？这个月家里会不会又没钱了？你要买糖果吗？啊，没有没有，我只是在练习拍照而已。哦，都没有人要买糖果。不然我跟你买糖果吧。真的吗？谢谢你。不会啦，我也很喜欢吃糖果。那你怎么会来卖糖果啊？因为这个月家里好像又要没钱了，只好趁妈妈还在上班没回家前，偷偷把妈妈买给我的棒棒糖拿出来卖。我最喜欢的就是棒棒糖了。那你会不会很舍不得啊？没关系啦，这样才可以帮妈妈赚一点钱，然后我还想要存钱，长大后盖一间很特别的房子。是什么很特别的房子啊？它是用饼干盖成的，就像童话故事里的姜饼屋一样，还要种一棵糖果树，这样就有吃不完的糖果。我想让那些跟我一样放学后家里没有人的小孩子来这里玩。好酷哦！既然你最喜欢棒棒糖，不如盖间糖果屋吧。好主意。那你长大后要做什么啊？我想要当一个很厉害的摄影师，还要和你一样帮助别人。你好像真的很喜欢拍照。对啊，拍照可以把短短的时间变成永远，很神奇吧？所以我才这么喜欢。你看，这是我妈妈送我的拍立得。哇，那你以后要来帮我的糖果屋拍漂亮